大家好，我叫艾丽，我是 Marietta 学院大四的学生，我也是 Marietta 人，很高兴可以给大家介绍我的母校。 Marietta 学院成立于1835年，校园坐落在俄亥俄东南部的 Marietta 市，一座很有历史和文化的城市。现在让我带你一起感受一下在 Marietta 学院学习什么样的体验吧。 Let's go! 玛丽埃特学院提供50多个主修和辅修学科，这里的学生们除了主修专业还学习辅修学位和同时教育课程，我是亚洲研究专业和国际经济专业的学生。我们的课程大多是小班教学，这让教授们能够了解每一个学生的情况，师生关系非常紧密。虽然我们是一所小型文理小型文理学问，可是学生们有着个种机会出国留学和访问，比如国际经济、国际领导。离和亚洲研究项目毕业的学生都有去过外留学的经历。我上个暑假住去了新加坡留学，学校有丰富的奖学金来，估计鼓励和支持想要留学的学生们，90%以上从玛丽埃特学院毕业的学生，成功就业或进入研究项目深造。我们的毕业盛遍各个领域，比如 NASA、 NBC TV、 Cleveland Clinic、 Chevron， 或者纽约大学、西北大学、范德堡、 Illinois State 等等。在这里学生们有丰富的机会参与和组织社区活动以及多元文化活动，比如马丁路德今日、农历新年和多文化节。这些活动非常有意义，服务了社区，提高了学生的领导力，也增强了全球公民意识。在玛丽埃特学院的四年，我参与了农历新年和多元文化节。通过参与策划和主持晚会，我交到了很多好朋友，学习到了各国的文化，也变得更自信了。更多详情请登录我们的官网 www.marietta.edu。 Bye!